我是暴君的婢女，刚替暴君挡了一剑，暴君饶有兴趣地打量我一会儿，慢条斯理吩咐：“是个忠心护主的好奴才，厚葬了吧。”我垂死病中惊吓醒，随手一抓，扒拉着他的衣摆，虚弱的：“吱，没死呢，没死呢。”狗皇帝眼真瞎。说起来，我可真是个倒霉蛋。我自小在宫里长大，一直被分配在佛堂，身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宫女。 我今后的人生道路，应当是攒点小钱，等到二十五岁外放出宫，找个好人家嫁了，踏踏实实过日子的。无波无澜，平淡如水。谁知道生辰宴前几天，狗皇帝喜怒无常，不知为什么把御前的宫女侍卫们全砍了一下，死了好些人。宴会缺人手，急忙临时从各宫抽调。我所在的佛堂，平时就两个宫女负责洒扫，就这还得硬挤出一个人来去帮忙。 我名为穗洛，另一个宫女叫红药。红药正好月事来了，怕冲撞了喜气，不能前去，那就只好我过去帮忙了。我们这些临时抽调过去的，没有经过严格训练，自然不能到贵人跟前侍候，只能做些杂活。我被安排到御膳房，负责上菜。宴席上那么多道菜，上菜的那么多工人，就我这个倒霉催的，刚好在我端着菜到宴席旁边的时候。 刚好下面舞袖飘飞的美人忽然甩过来一把飞刀，刚好刺客们抱起乱杀的时候，我就在暴君身边。刚好有把长剑从我那个方向往暴君身上刺，我要是躲开，回头被安排一个救驾不积极的罪名，肯定凉凉；我要是不躲开，被那么长那么亮的剑捅一下，估计也得凉。一个是必凉，一个是可能凉。瞬息之间，我就做出了抉择，不仅没躲。 反而扑上去替暴君挡了一剑，死真疼！长这么大，我连针扎手指的伤都没受过，一受伤就受过大的。我相当不争气的昏了过去。没有昏很久，我再度有意识时，殿内的混乱已经结束。迷迷糊糊间，听到暴君低沉磁性的声音：“留两个活口。”接着便是一片刀兵砍头的屠杀声。皇上，这个宫女怎么办？太监问。我立马紧张起来，努力睁着眼睛。 只争到一半，对上了一双幽深的凤眸。暴君坐在龙椅上，一只手撑着个下巴，优雅闲适的像只黑猫。刺杀发生前，他就这个姿态；刺杀结束了，他还是这个姿态。刀光血影没影响他分毫。他饶有兴趣地打量我，不过我刚睁开的眼睛，接着慢条斯理吩咐：“是个忠心护主的好奴才，厚葬了吧。”我垂死病中惊吓醒，随手一抓，好像扒拉到了他的衣摆，虚弱的吱。 没死呢，没死呢！狗皇帝眼真瞎啊！不对，呸呸呸！我要说的不是这个。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，现在就埋我，我不服！我奋力撑了起来，疼得眼泪汪汪，拽着他的衣摆，深情地说：“皇上，您没事，奴婢就放心了。皇上，奴婢仰慕您好多年了，奴婢的梦想就是常伴陛下身侧。若是奴婢今日不幸身死，为魂为魄，奴婢也会一直陪着皇上的。” 狗皇帝，我要是被埋了做鬼也要缠着你。暴君垂眸看向我拽着的衣摆，暴君一袭玄色龙袍，绣着张牙舞爪的金龙，华贵雍容。一场刺杀下来，衣服上一滴血都没沾上。我一扒拉他，他那衣摆上沾了好多血。我也看过去，后知后觉才发现手上全是鲜血，完蛋了。听闻暴君残暴乖戾，喜怒无常，总之就是有大病。 曾经因为一个妃子奉茶时弄脏了他的衣袖，当场就把人砍了。我求生欲极强的捏着袖子擦了擦血痕，越擦越多，我脸上的眼泪也越流越多。一方面是疼的，一方面我感觉这已经不是厚葬不厚葬的问题了，这是有莫得全尸的问题。人之将死，胆大包天。我放开他的衣摆，变脸如翻书，抽抽噎噎。奴婢想通了，皇上如皓月西河，奴婢家草之悲。 不配常伴君侧，还是将奴婢厚葬了吧。感觉有点晕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暴君却笑了。你是第一个说仰慕朕的。虽然我从小在宫里长大，但我是末流宫女，基本没有见到皇帝的机会。见到了也是远远就低头跪拜。今天是我第一次直面暴君，他可真好看啊，直击人心的俊美，晃得我有些眼花。接着我眼一黑，再次昏了过去。我醒来在一个空旷奢华的大殿里。 口渴，但大殿里没人，我自己爬起来。伤口已经包扎好了，还是很疼。我跌跌撞撞地走到桌边，倒了一杯冷茶喝。朕的救命恩人怎么连茶水都要自己倒？吓我一跳，呛到了。咔咔咔！暴君一身朝服还没换，冠冕高华，俊美无愁。站在门边看我咳嗽，末了意味不明的感慨：“你命可真大，朕才斩了三个御医，他们就把你救回来了。”又吓我一跳。 还想再可以波，不过不行，殿前失仪，严重点是要被拉去砍头的。我诚惶诚恐的跪下参见皇上，奴婢失态，望皇上恕罪。暴君上前把我虚扶起来，语气还挺温柔的。无事，不是你的错，你重伤在身，本来就不该自己去倒茶的，还喝的是冷茶。李全，奴才在。李全是暴君身边的大太监，暴君身边的宫女。 太监侍卫不是日抛就是月抛，李全是个奇迹，他居然跟了暴君十多年。暴君偏殿的宫女呢？李全连忙差人去把宫女找来。宫女跟着小太监颤颤巍巍的过来，见到暴君就腿软跪下了，连连解释自己是去端药了，不是故意走开的。暴君极有耐心的听他解释完，薄唇微起，吐出两个字：“杖毙。”李全拂尘一甩，怜悯的看着宫女。 要好了，自然有人端过来，不必你操心。让你守着姑娘，你看不上这差事，就轻慢姑娘。下辈子长点脑子吧。宫女哭着喊着求饶，侍卫要抓她胳膊，她跑到我脚边，求我开口为她求情。暴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眸光悠悠。我有预感，如果我开口求情，宫女照旧赐死，杖毙的人多加我一个。他好像很期待我作死。我感觉嗓子眼里堵了什么东西。 让我哑得发不出声音，宫女被拖下去，就在殿外行刑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暴君似是欣慰我的反应，又好像有些失望。我看不懂他。他走过来，把我打横抱起，放在床上，冷冽的气息包围着我，俯身凝视着，轻颤着的我。好好休息，养好身体。难得有人说仰慕朕，你可要活得久一点。暴君走后不久，殿外的惨叫声也息了，我依旧忍不住轻颤着。 深入骨髓的恐惧，加上兔死狐悲的心情，好久都不能平复。久闻暴君大名，但这是我第一次真切的面对他杀人。我忽然觉得，情急之下瞎扯了一句，仰慕他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。我现在于他就是个稀罕的玩意儿，值得他费点心思摧毁我的意志，泯灭我的良善。那必定是个有趣的小游戏。干，惹到一条疯狗。我在暴君寝宫的偏殿养伤了半个月。 新来的宫女太监小心翼翼地伺候我，生怕重蹈那个宫女的覆辙。宫里盛传暴君看上了我，应该是打算封我为妃，收入后宫。身边的宫女用隐晦的羡慕、嫉妒眼神看我，我有苦说不出。我心无大志，只是想攒点小钱，退休以后找个老实本分的男人过日子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待在暴君身边，人生充满大起大落，我这小心脏受不住。 旁人只当我口是心非。虽然暴君杀人如麻，危险至极，但他毕竟是一国帝王，又生的俊美，还是会有无数女人前仆后继，要么图他的权势，要么图他的人。不管爱他的还是不爱他的，总有人幻想自己就是那个与众不同的天命之女，可以俘获暴君的心。所以，封妃入宫，到底是让人羡慕的。我唯一的姐妹红药来看我，拉着我手道：“岁岁日后成了贵人。” 可不能把我忘了，我可是要当你的贴身大宫女享福的。我无奈点头，心里想着这事估计成不了。宫里疯传暴君对我多么宠，竟然让我住他偏殿。其实他自从那天当着我面杖毙了一个宫女给我看以后，就没踏足过偏殿了。果然，我商量好以后，李全带来了个口谕，不是封我为妃的，而是把我调到御前当暴君的贴身宫女。我一个踉跄。 颤颤巍巍地谢了恩。由于前段时间宫里盛传暴君要封我为妃，传得太沸沸扬扬，结果口谕下来，我依旧只是个宫女。后宫里的女人们一下得意起来，不过她们依旧看我不顺眼，因为御前宫女近水楼台，比后宫里的嫔妃与暴君的接触还多。第一天上岗就遇到找茬的了。暴君在里边会见大臣，我在外面值守，迎面走来一个袅袅婷婷的美人，容色娇媚。 香风扑面，我在佛堂与世隔绝，对后宫的妃嫔一概不知。最近几天通宵恶补了一下主要的一些妃子。这个美人应该是陶美人，暴君的新宠。传闻暴君在御花园赏花，一转眼看到桃花树下的秀女，被惊艳到了，封为陶美人。最近君恩正盛，给陶美人请安，我有些紧张，不知道有没有喊错。陶美人没否认，半晌才让我起身，看到我的脸，愣了一下。 黑着脸说：“抬起头来，我看看。”我不得不抬头看他。陶美人细细打量我，面色有一瞬的狰狞，复又笑开了。我当皇上看中你什么呢？原来是个狐妹子。不过皇上圣明，宫女就只能是宫女，卑贱之躯不堪登大雅之堂。长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？我乖顺附和。美人说的极是。陶美人端着个汤骨，我亲手做了参汤，去和皇上通报一下。这可不行，暴君正在议事。 现在进去不是找虐吗？我委婉地拒绝了。陶美人胡搅蛮缠，非要闯进去，我拦住了她，没成想她直接扇了我一巴掌，我被打得有些耳鸣，对方估计用上了最大的力气。还好这时李全听到吵闹声出来了，看到这局面给我解了围，把陶美人劝回去了。陶美人面对我时趾高气扬，面对李全倒是相当老实，留下参汤，嘱咐李全定要提醒皇上喝。 乖乖走了。李全接过参汤应好，转头就把汤给自己的小徒弟喝了。过来看到我脸上的巴掌印，有些头疼，给了我半个时辰假，让我回去收拾好再过来。我现在有自己单独的房间，回房以后照了照镜子，好家伙，半边脸又红又肿，发髻也散了，难怪要被赶回来重新梳妆。打我这么用力，他难道手不会疼吗？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可我刚搬过来。 屋子里没有准备要高这种小物件，我只得忍着疼重新梳好发髻，用厚厚的脂粉盖住了脸上的巴掌印。等我回到御前，大臣们已经走光了，暴君一个人在批折子。我刚踏进殿门，一个砚台就砸过来，擦着我耳边的头发，砸到了我身后的柱子上，一声脆响，把柱子砸掉了一层漆。我僵在原地，一阵后怕，上哪去了？擅离职守可是重罪。 暴君的语气平静如水，我僵着步子，几乎是一步一步挪过去，给他跪下。皇上恕罪，我没敢把陶美人在殿前闹事说出来，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宫女，而陶美人是他最近宠爱的后妃，孰轻孰重一目了然。我只说耽搁了。暴君把我招过去，捏着我的下巴打量我，力道真大，我脸好疼。欺君罔上也是重罪，我惶恐不安。 他是知道刚刚的事了，那为什么还问我去哪了？狗皇帝没事找事，皇上恕罪。暴君看着我的眼睛，似是有那么一刹那被我的眼眸惑了神，突然放开我，用帕子擦手，嫌弃我天天就知道让朕恕罪。朕若是不恕你的罪，你又该当如何？这话我没法接，耳背装傻没听见。好在暴君也没在意我打不打，接着说被打了一巴掌，怎么不直接进殿来找朕？我一脸茫然。 找暴君干嘛？暴君修长的指尖点在桌上，漫不经心的忽悠我：“你这般容颜绝世的美人，脸上顶着个巴掌印，趁罪魁祸首还没走到朕面前，卖个可怜，朕不就会帮你处理了他吗？”我依旧茫然。他是不是在试图教会我宫斗？我战战兢兢的婉拒：“不了，不了，我是个老实本分的人，不搞阴谋诡计那一套。”暴君眼中闪过几分可惜，晚上便去了陶美人宫里，特意把我带上。 陶美人以为是金个儿送汤感动到了暴君，非常开心。晚饭时特地让厨房送了同款汤过来，说皇上爱喝。末了瞥我一眼，眼神不屑又得意。我垂着头安静地站着，感觉暴君又要搞事情。我努力降低存在感。汤盛上来，陶美人亲自端着要喂给暴君，暴君一抬手挡住了他，他自己把汤骨端过来，看了看，放到一边，没验过毒的东西。 朕可不敢喝。陶美人脸色瞬时变差，勉强挤出一个笑，应和了一声。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怀疑下毒，简直就是打他的脸。暴君把我喊过去，让我验毒。我无法顶着陶美人冰凉的目光，用银针验毒。银针锃亮，自然是无毒。谁敢这么明目张胆的下药？看来朕误会陶美人了。陶美人脸色立马云开雨霁。不过她没开心多久，暴君又道，那这盏汤。 便赏给陶美人当做赔罪吧。暴君平淡的说完，随手拿出一包药粉，乌漆嘛黑的粉末倒在汤里，汤立是变成棕黑色。我惊了，谁家皇帝还随身带着毒药的？其他人也惊了。见我没反应，暴君凤眸倾斜，赏了我一个眼神。我有些抗拒，但他是皇帝，我不能违抗他的指令。我端起汤，走到陶美人面前。陶美人害怕的脸色苍白，但同样。 他也不能违抗皇帝的命令，他向暴君求情，试图让他收回成命。暴君笑意薄凉，怎么想抗旨？陶美人连忙否认，白着脸，明知里面有毒，还是不得不接过汤蛊。接了半天，发现我没放手，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回神，放开了手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毒，是致命的吗？那我算不算间接杀了一个人？我怔怔看着他，艰难地把汤喝完。没过多久，毒发。 陶美人开始在脸上抓痒痒，越抓越疯狂，脸都抓烂了，一边疼得哀嚎，一边忍不住抓脸，一点一点亲手把她引以为傲的娇媚容颜毁掉。暴君惋惜极了，好好一张脸就这么毁了，看着糟心，搬去冷宫避人吧，别吓到朕的小宫女了。狗东西，使坏的时候能不能别惯我的名义？陶美人被打入冷宫后，我成功成为全后宫女人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 本以为我只是个宫女，不足为虑了，谁知道暴君竟然能因为我挨了个巴掌，把最当宠的美人处置了。熟悉的危机感又回来了。暴君的后宫人不算多，但能在他手里活下来的基本都是不简单的角色，各种阴招、毒招都齐上阵，我好几次差点中招。我好命苦，我没有宠妃的荣华富贵，却挨着宠妃的阴险毒计。当初就不应该给狗皇帝挡箭的，一刀捅死他得了。 我愿意给他陪葬，在扔掉房间里莫名多出来的金簪，成功化解一场诬陷偷窃以后，红药忧心的来看我，要不我来和你作伴吧？他说不放心，我孤身一个人面对这些。我想了想，有个熟识的人在身边也好，就想办法把他调到了宣和殿，当了个二等宫女。暴君路过，看到陌生的面孔，问我他是谁？我说他是我在佛堂的好友，叫红药。这些东西瞒不过皇帝的。 我老实招来，暴君沉吟半晌，问了句与此无关的：“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”我心中泪目。您逮着我折腾了这么久，合着连我的名字还不知道。奴婢碎落，哪两个字？年岁的岁，落幕的落。奴婢生在隆冬岁尾，得先太后赐名碎落。先太后也就是暴君的皇祖母，酷爱礼佛，佛堂就是专门为她建的。先太后轰逝之前。 我一直在佛堂伺候先太后，后来先太后逝去，没有贵人去礼佛了，佛堂的工人们就散去了个宫，只留我一个在那洒扫。红药是后来分到佛堂的，听说是在其他宫犯了事，被发落到了佛堂这个边缘宫殿。暴君低声念了一遍我的名字，眉眼带笑，倒是个好名字，听着不像个宫女名，倒像哪家的贵族千金。我诚惶诚恐说不敢当，跟在暴君身边。 每天都要诚惶诚恐好多遍，我都麻了！暴君，你之前成日待在佛堂，宫里宫外应该也是没怎么逛过的。朕带你去逛逛。然后他就带着我来到了天牢，在天牢逛，我扒拉着牢门不敢进去，里面扑面而来一股陈腐的血腥味，令人作呕。暴君身后呼啦啦一群大佬官员，还有狱卒侍卫，居然还能注意到我这个小喽啰没跟上，回头看我，锐利深邃的眸光。 沉缓清越的嗓音，你很喜欢那个门？其他人也跟着看过来。我讪笑着放开门，不是奴婢，只是有些腿软。我还是跟着他走进了天牢深处，关押着两个血肉模糊的人。从暴君和大臣的交谈中，我得知，这就是当日刺杀事件留的两个活口，是前朝余孽派来的，分开逼供，供词对不上，一直被关押在天牢中用刑。其中一个被提出来绑上刑架。 已经不成人样了，被一桶盐水泼醒，艰难地睁开眼睛，看到暴君啐了一口，被狱卒狠狠抽了一鞭子，鞭子带着倒刺，勾了碎肉合着血溅出来。我有些想呕、哦，拼命忍着胃里的难受，泪花都出来了。暴君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看到他受刑，你很难过？不是的，我一把擦干泪花，想辩解，一下子没忍住，冲到角落吐了出来。好的。 这下用不着辩解了。暴君脸色有点黑，李全赶忙过来，掏出一壶茶水给我漱口，又掏出一块帕子给我擦嘴，熟门熟路。他怎么什么都能掏出来？等我缓过来，另一个人也已经被提出来了。狱卒当着先前那个刺客的面，按着他的伤口，惨叫声像杀猪一样。狱卒要求刺客老实交代，刺客不言不语，眼睁睁地看着同伴活生生疼死，两行泪冲过满脸的血。 反而大笑起来，死了好，死了好啊！暴君嫌他吵，让人把他舌头拔了。我别过脸去，不想再看。暴君不知何时到了我身侧，捏着我的下巴，强迫我看完全程。他是个有傲骨的人，朕很欣赏他。折断人的傲骨，实在是有意思的很。疯狗喝推，折断有傲骨之人的傲骨，逼迫温顺贵妇之人发疯反抗，蛊惑良善之人行阴谋诡计。 惩罚阴谋诡计之人不够纯良，捧卑贱之人上高位，欣赏其丑态，像极了猫科动物。凌虐和杀戮不是为了果腹，纯粹就是吃饱了撑的，闲的要玩弄人心。暴君是嫡长子，从小就被定为储君，没经历过什么悲惨的身世，却长歪成这样，骨子里就是个坏皮。你是不是在心里嘀嘀咕咕骂朕？奴婢不敢。暴君轻笑，塞给我一把长剑。 这个就是那日刺了你一剑的人，朕给你留着了，你亲手报仇，去杀了他吧。奴奴婢不敢。暴君眼眸像极了浓墨，注视着我是不敢还是不想。他放开我，任我腿软的坐到地上，垂着眼俯视我，那双美而狭长的丹凤眼，微垂之下便显得高不可攀。朕一直怀疑你是他们的同党，破案了，原来暴君怀疑我是反贼，所以折腾我。想想也是。 我那会出现的太巧了，一个默默无闻又格外美貌的宫女，机缘巧合地为皇帝挡了一箭，成为皇帝的新宠，接近皇帝，然后里应外合，利用苦肉计和美人计传递情报什么的，太合理了。暴君心眼那么多，生性多疑，自然会怀疑我，怀疑我便救我回来，当做钓饵，一边钓我当御前宫女，一边给我拉满后宫女人的仇恨值。 一方面是见不得我，好想逼我和他一起发癫；一方面是想看看我在各种毒计下自乱方寸，露出马脚。可我毕竟不是反贼，没有马脚可露。你容貌扎眼，却在后宫平平安安长到十六岁。朕派人调查过你的家世背景，你家住清河县一个小山村，家中父母双全，两个姐姐，一个幼弟，家贫人多，所以将你卖到宫里做宫女。一介宫女，却满腹经纶。 你在宫中无依无靠，却平安顺遂。你一直在佛堂，没有经历过倾轧，面对后宫众人的诡计，却游刃有余。暴君不顾地上的血污，俯身靠近我，修长白皙的手把剑捡起来，重新塞到我手里，微凉的指尖一触即离，灼热的气息喷洒在我耳边，轻声说：“杀了他，朕就当刺杀的事不存在，你依旧是我朝的小宫女。”什么？我难道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吗？ 我哆哆嗦嗦地握着剑，重点全歪，迷惑不已。我有一对父母，两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怕暴君误会我狡辩，我忙补充道：“我从记事起就在皇宫里，自小在宫里长大，跟在先太后身边，耳濡目染，自然懂得许多经纶和诡谲。”啊！暴君有一瞬的茫然疑惑，那般纯白无辜的神色放在他身上，竟也没显得违和。是吗？他呢喃。 我连连点头，皇上圣明，可别误伤好奴才。他意味不明，你比我想的还要有趣些，有趣！你个大头鬼，我都要吓死了。暴君失了逼我杀人的兴致，随手一招，狱卒就把刺客处理了，把我拎起来，扳着我的肩膀看那两个人的尸体。你最好不要骗朕，不然下场比这惨。我浑身僵硬，等到暴君走远点了，才回神跟上。我自然没有骗他。 我也很惊讶，我那乱七八糟的身世背景，他哪查来的？我去调了自己的卷宗来看，果然和他描述的一样。估计遥远的清河县某个小山村，确实有一户人家卖了个小女儿进宫。若是问起来，他们还会说小女儿叫碎落。狗皇帝虽然残暴嗜血，行事大开大合，实则心思缜密，连宫殿里多了个陌生宫女，我说话不小心引了几个好词，他都能注意到。 所以暴君必定是派人去那里查验过的，正好和卷宗对得上。我去找了佛堂原来的管事嬷嬷，嬷嬷年事已高，现在在织造局养老，平时给绣娘们指点一下就好了，非常清闲。我找到嬷嬷的时候，她正闲的在逗蚂蚁，见到我来，她终于放过了两只倒霉催的蚂蚁，兴高采烈的拿出茶水点心招待我。 碎碎来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，一看就是要拉着我唠嗑的态势。我赶忙开门见山说明来意：嬷嬷，我是怎么进宫的？嬷嬷一脸莫名其妙。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我既是极早，我现在还记得，我六岁的时候看到大臣们带来赴宴的儿女，回去以后扑在先太后膝头缠着他问：为什么别人都有爹娘，我没有？我是从哪来的？先太后摸着我的头，慈祥地忽悠我。 乖碎碎，你是皇上从垃圾堆里捡来的。那会儿的皇上特指先皇，这话说给狗听，狗都不信。长大一些，我又问了好多遍，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答复。问先太后寝宫里的宫人们，也是一样的。渐渐我明白了，这话说给狗听，狗可以不信；但说给人听，人就得信。不是编不出更好的，只是编得拙劣一点，好让我知道这事儿是问不出结果的。后来我就没再好奇过了。 就问重提，嬷嬷有些奇怪，你咋又想起来问这遭？我对嬷嬷没什么好隐瞒的，实话实说，我查到我的卷宗上面有假身世，我很奇怪，皇上也注意到了，现在怀疑我是细作。嬷嬷放松了，舒舒服服的躺在椅子上，就这多大点事，我抓心挠肺。嬷嬷，你知道我那个卷宗怎么回事？先太后病逝前，原想着安排好你再走，给你编了个身世，打算挑个好夫婿。 看到你嫁人才放心，谁能想到先皇被前朝余孽刺杀身亡，先太后悲伤过度也跟着去了，选婿这事就耽搁了。不过你那个假卷宗确实已经归了档，这样吗？原来先太后轰逝前还在为我铺后路，我忽然有些失落。朕跟前的小宫女是皇祖母亲自教养长大的，朕居然现在才知道。男人悠悠地道：“狗皇帝什么时候来的？听了多少？算了。” 这些他早晚能自己查到。嬷嬷赶紧起身，拉着我一起见礼。老远看去，老母鸡护崽一样。暴君亲自把嬷嬷扶起来。孙嬷嬷倒是知道的挺多。嬷嬷谦虚不已，人老了，记得多也忘得多。进可攻，退可守的回答。那孙嬷嬷可记得朕这个小宫女是几岁入宫的？嬷嬷三言两语概括：四五岁，被先皇领来的，说是捡的，看着可爱乖巧。 给先太后养着解闷。至于四五岁之前的来处，只有先皇知道，死无对证。孙嬷嬷伺候了先太后一辈子，说话自然没得假。我的嫌疑洗清了，我却有些难受，心里闷闷的。我一直不敢回想先太后，她去的太突然了。临走时，嬷嬷拔高了声音对我说：“岁岁呀、啊，先太后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也是有感情的，希望你过得好。你日后找夫婿。” 要找个老实本分、温柔善良、深情专一的，最好不能有通房小妾。我怀疑这话其实是特意说给暴君听的。先太后从不希望将我配给暴君。嬷嬷不愧是嬷嬷，胆子真肥。暴君似笑非笑：“朕这个嫡孙，皇祖母都没这样操心过。实际上，先太后不仅不操心，还非常嫌弃这个唯一的嫡孙子，说他脑子有病，成天见不得人好。这话只有我知道。” 我非常赞同。出了织造局，暴君就用温柔、善良、深情、专一的语气喊我“碎碎”，我小心脏一抖，预感他要搞事情，怂了吧唧的强调道：“奴婢碎落，别喊我碎碎，我慎得慌。”暴君，哦，朕名姬银，狗皇帝，我并不是在和你交换名字。狗皇帝继续道：“你先前救驾有功，朕又误会了你，作为赏赐和补偿。” 朕决定封你为妃，这是打算把老实本分的我变成他的小妾。先太后和嬷嬷知道得气死。狗皇帝确实见不得人好。我支支吾吾，奴婢不堪为妃，奴婢只想到了年纪外放出宫。暴君周身气息一瞬间冷了下来。你可是认真的？自然，奴婢最大的梦想就是这个。暴君勾唇笑了，浑身冷意却越发凛冽。轻生那便算了，与罢拂袖离去。 暴君约莫是生气了，好几天没有跟我说一个字，我战战兢兢，生怕他随便找个由头砍了我。挨了几天过后，我发现暴君杀人不眨眼时不是生气，真正生气时反而杀伤力极低。具体表现在早朝更衣时，暴君李全，朕的玉佩呢？李全从一堆配饰里翻出一块玉，把我从一众宫女里扒拉出来，交给我。我硬着头皮在他身前把玉戴上。 回复李公公，李公公，玉佩好了。午膳时，暴君李全，朕不喜欢这道菜，撤掉。李复读机，公公对我重复一遍。我面无表情地把他面前那道菜拿走。回复李公公，李公公，菜撤掉了。华灯初上时，暴君李全，太暗了。掌灯，李复读机没开 n 度，公公又去找我，我利索点了灯。回复李公公，回公公，灯点好了。更深夜半时。 暴君李全墨没了。李公公打开门，想把在外面值夜的我喊起来磨嬷,嬷，门一开，我正埋头抱膝坐在台阶上，困得头一点一点，喊了好几遍没反应。正感觉棘手，暴君已经走过来了，稀奇的看着我打瞌睡。李公公讪笑着，试图为我辩解。碎姑娘许是太过疲惫了，奴才现在就喊她醒。暴君一抬手制止了他，不必了。垂头看着浑然不觉打瞌睡被围观的我，良久。 语气不满，他倒是越来越不怕朕了。李全冷汗直冒，依旧试图为我狡辩。岁姑娘是敬重皇上您，我依旧没有要醒的迹象。头一点一点的，倒是有些软绵可爱。旁边放着一盏精致美丽的宫灯，与我正好相配。暴君不置可否，兴致不错的观察了我一会，抬手似乎打算拍醒我。我头一歪，倒在了他怀里。他眼眸幽深的盯我半晌，我睡得死死的。 正在李全担心我要被砍头的时候，暴君把我横抱起来，让李全提上宫灯，亲自把我放回了寝房，还给我盖了床被子。难怪我早上是被热醒的。醒来以后，想起自己半路睡了过去，都快吓死了。匆忙赶到宣和殿，李公公告诉了我昨夜发生的事。我脸有些烧，羞得想钻进砖缝里去。值夜时睡着，被暴君亲自抱回去什么的，太丢人了。不过也没办法。 我在佛堂时是老年人作息，调来御前以后，天天跟鸡比早起，跟夜宵比晚睡。最近暴君越来越忙，我跟着熬夜，越熬越晚，实在是撑不住了。我在殿外执着不敢进去，远处走来一群人，打头的是一个艳丽妖娆的红衣美人，见到我皱眉呵斥：“你这个宫女，在皇上殿外鬼鬼祟,祟祟做什么？”我见到来人，连忙请安，给贵人请安，奴婢是御前的宫女。 来不及辨认是哪个妃子，一律喊作贵人。红衣美人没喊我起来，而是上前，那戴着长长护甲的手，富贵逼人，攥着我的下巴，迫使我抬头。我这回看清了他的脸，他应该就是余贵妃，宫里位分最高的妃嫔。余贵妃是个传奇的女子，传闻是卑贱的奴隶出身，凭借过人的容貌攀附上了暴君，一步一步爬到了贵妃的位置，被誉为王朝第一美人，善妒狠辣。 仗着圣宠，行事嚣张，经常霸着皇帝不让他去上朝，一直被有正义感的大臣们骂作妖妃。前段时间暴君特许于贵妃去宫外避暑了，如今已入秋，暑气已消，应当是刚刚回宫。于贵妃也认出了我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宫里盛传的那个狐妹子。本宫不在这段时间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肖想皇上了。她生了一双狐媚的眼睛，语气虽不屑。 看着我的眼神里却是危机、嫉妒、恼恨，倒映着我清澈的眉眼。余贵妃带着我进了殿，其他妃嫔最多只能在殿门口晃荡几下，她却能进去，荣宠可见一斑。她亲切地拉着我手，对暴君娇笑着请求：“皇上，臣妾见这个宫女很是乖顺可爱，想讨回去做贴身的女侍。皇上觉得怎么样？听说余贵妃向暴君讨要过几次宫女，都是御前年轻貌美的。” 他见不得御前有好看一些的人，每回被讨回去的宫女，活不了几天就失踪了。这手段算不得高明，不过是仗着暴君的宠爱而已。宫里的女人们嫉妒不已，却模仿不来。余贵妃奴隶出身，行事毫无章法，这般低劣残忍的手段放在她身上是与众不同的率真，放在那些世家小姐出身的妃子身上就是不守规矩。如今故伎重施。 于贵妃心里怕是已经盘算好了怎么折磨我，她从未想过暴君会拒绝她，所以当暴君缓缓走来，把我拉开，说：“你身边那么多宫女伺候，朕可就她一个贴身宫女的时候，于贵妃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暴君全当没看到他的神色，回到案牍前继续批折子，让我研墨。我取出墨，于贵妃上前从我手中拿过墨时，站在了我平常研墨的位置，娇声娇气：“皇上。” 才几个月不见，您就有新欢了。早知道臣妾就不出宫了，天天在宣和殿守着您。用撒娇的语气说着吃醋霸道的话，我乐得清闲，站在一旁看于贵妃争宠。暴君手速飞快批着折子，眼皮也没抬。不是新欢，只是个小宫女。于贵妃嘟着嘴，皇上哪找来的宫女，比臣妾还好看。要臣妾说，那什么王朝第一美人的名号得给她才对。话是这么说，却眼盯着暴君。 四是希望他反驳，一不留神手一滑，把砚台给弄掉了，墨洒了一地。暴君难得好脾气，温柔的轻叹：“没有人比你更美。”你刚从行宫回来，舟车劳顿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嬷嬷这种小事让宫女来就行。得了暴君的宽慰，加上打翻了砚台，有些心虚。于贵妃听话的回去了，临走瞪我一眼，估计还是想着要对付我。人走后，我收拾打翻的墨和砚台。 不知何时，暴君已经停下来了，不带什么情绪的眼眸望着我，见我看他，低声问：“你不生气吗？”“生气什么？”暴君补充，“余贵妃刁难于你，朕没有责罚她，你不生气吗？”“我奴婢只是一个宫女，怎么能跟皇上和贵妃生气？若是朕封你为妃，你便能不受这些人的欺压。你这般容色和心智，定能走得比他更高。你怎么就没有一点野心呢？”恶鬼般谄媚蛊惑的语气。 又想诓我当他后妃，我再次委婉地表示拒绝。暴君冰冷的语气里透着几分隐约的委屈。你就这般避震如蛇蝎，这话我可不敢认下，连连否认。暴君好像比上一次还生气，直接把我赶回了佛堂。这么想当宫女，那就回佛宫当去吧。在外人看来，我就是被厌弃了。我拎着包袱跨进佛堂大门的时候，还有些恍恍惚惚。这是在处罚我吗？真的是在处罚我吗？ 这个处罚我喜欢，不会是虚晃一招，过会又把我召回去吧？想到这个可能，我哐的一声把大门关紧了。我才不回去，跟鸡比早起的御前大宫女，谁爱当谁当。在佛堂过了几天安生快活的日子，余贵妃就带着一群人呼啦啦过来了。她认为我被赶回来是她的缘故，得意洋洋地炫耀了一通，警告我不要妄想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。 他说什么我都真诚的应是。于贵妃感到没趣，便走了。他走后不久，红药回来看我。她现在依旧是宣和殿的二等宫女，紧张的问我于贵妃有没有欺负我。我说没有。红药恨铁不成钢，你比她还漂亮，你要是努力抓着皇上一点，就没有她嚣张的份了。你怎么就回这烟杂角落了呢？哎，物是人非，人走茶凉。以前先太后还在的时候，佛堂可是宫女。 太监们挤破头都想进来当差的地方，现在却成烟渣角落了。我说，我觉得在佛堂没什么不好的，何必去趟浑水？红药见劝不动我，便不再多说，把给我带的一包吃食放下来看到我绣的帕子，喜欢的不得了。岁岁，你绣的这兔子真可爱，喜欢呀，送给你。闲的没事，中秋快到了，我便在帕子上绣嫦娥、绣蟾宫、绣兔子。 那我可要挑一块最好看的了，都给你也行，反正我绣起来很快。不用，我挑这块绣了嫦娥的，绣工真是精细。红药得了一块帕子，开开心心走了。佛堂里日子过得很快，我本以为会有很多妃子来找我麻烦，结果那天余贵妃走了以后，就没人再来过了，我也没再见过暴君。中秋那天，宫女、太监们有半天假，大家聚在御花园赏月亮，我也难得出门。 去领了一盒月饼，御膳房做的月饼，嗯，好吃。吃着吃着，我看到红药，正想走过去和他打招呼，然后我就远远看到今天打扮的格外娇美的红药，在水边对着月亮似在吟诗，手中帕子被风一吹，越过小溪，迎面扑进了一个人的怀里，正是走在一群人前头的暴君。暴君捏着帕子，看向了对岸那个俏丽的宫女，谁也没发现角落里的我。 我在原地顿了一会，然后抱着月饼走了。中秋过后，宫里便多了个新晋的宠妃，阙贵人。传闻中秋那天，韶贵人赋诗一首，太过专注，没留意手帕被风吹走了，正好吹到皇上手里，真是无意惹君心，清风送姻缘。更巧的是，那手帕上绣着嫦娥，当时皓月当空，普照江山，可不就是美人奔明月之意吗？美人只缺贵人，皓月指帝王。 韶贵人美声甜，秀艺卓越，又会作诗，当得起这君恩荣宠。居然有人能把那个诗背下来，我多听了一耳朵。哦，是我老早之前写过的酸诗，只改了几个字。回去以后，我垂眸盯着剩下那些帕子，挨个剪碎烧掉了。欺骗、背叛、剽窃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没过多久，红药，哦不，却贵人就来找我。她一身锦衣华服，身后跟着一个宫女。 神色傲气，倒让我感觉有些陌生。红药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，像以前一样熟络地拉着我的手。碎碎这段时间忙着侍寝，没空来看你，真是对不起。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点心。我把点心推开，以前爱吃，现在不爱吃了。她身边的宫女厉声呵斥：“大胆！贵人赏赐你是你的荣幸。”红药立马训斥她，说：“她永远当我是唯一的姐妹，我不必把她当贵人。” 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说了一堆废话以后，红药切入正题：“碎碎，你剩下那些帕子呢？”他没说全，知道我自然能听懂。我瞥一眼香炉里的灰，在那呢。红药松了一口气，笑了。毕竟剩下那些帕子是他的把柄，万一被人发现查出来他之前那个嫦娥奔月的手帕不是出自自己之手，就不好收场了。他接着说：“碎碎。” 先前你答应发达了就让我做贴身宫女享福，不过世事真是无常，我侥幸先封了位份，那就轮到我来罩着你了。你给我当贴身宫女，我必不让别人欺负了你。我笑了，我有拒绝的余地吗？帕子是我绣的，诗是我做的，他肯定要牢牢的把我控制住，一方面防止我揭发他，一方面让我继续为他绣东西邀宠。况且他似乎很希望我羡慕他，奇怪的胜负欲。 我还是被迫打包去了红药那儿当大宫女，不过也挺好的。别的不说，她厨艺是真的好。她每天做东西送去宣和殿邀宠，送不进去带回来的都进了我的肚子。有时候她不满我只会吃吃吃，哪有宫女这样的？我就轻笑问她：“咦，我不是你的姐妹吗？”红药被堵得没话说，转头又专心争宠去了。她天天忙着和余贵妃斗，倒是让我看到了不少热闹。经银后宫的妃子不多。 也就几十个有位分封号的，大多是大臣进献或是藩邦进贡的。他登基初年按礼制选过一次秀，后面就没再大选过了。比起前几代帝王，金银的后宫算是人数最少的了。而且他也不爱去后宫，大多数时间待在自己的宣和殿，在女色上可谓无欲无求。所以妃子们爱往御前跑，宅在后宫是基本见不到皇帝面的。金银的精力都放在杀人和治国上了。 他虽是暴君，却不是昏君。当初接手王朝时，朝中还是风雨飘摇的局面，前朝余孽猖獗，彝族屡屡进犯，大臣结党营私，真是内忧外患。而且先帝崩得突然，太子临危受命，登基短短几年，靠着杀伐果断的手段，就把这些隐患都消除了，国力日渐强盛，万国来朝，进贡美人珠宝。初期，姬隐选那一次妃，估计是为了得到朝臣的支持。 随着权力慢慢收拢到玉玺之下，现在那些妃子于他不过是棋子、是玩物，就算当场杀了大臣也不敢说什么。何宫的棋子、眼线、贡品、养骨一般，所以为什么要趟这趟浑水呢？我看着红药志得意满的神情，不久前陶美人也是这样的，趾高气扬，看不上其他宫妃，如今在冷宫都快烂完了吧？工人们围着她试衣服，马上就要秋猎了，红药在挑旗装。 要不还是别去了吧，猎场可是事故多发地点。红药没听我的，虽然他嘴上不说，但我知道他总觉得我清高，和他不是一类人。最近有传言，前朝大臣在崔丽皇后，感觉自己有点希望的妃子都在努力刷存在感。今年秋猎比往年多去了好多人，可她宫女出身，明显就没有希望嘛，凑什么热闹？红药不爱听大实话，陛下都能封奴隶为贵妃。 必定是个不看重出身的。红药不仅要去，还非要带我一起去。秋猎的队伍很长，妃嫔的马车在中间，我在红药那辆马车里面掀着窗帘看外边的风景，忽然觉得去一趟也挺好。我从来没有出宫过，我没有父母亲族，别的宫女一年还能出宫见几次家人，我就只能在佛堂抄经。所以我一直很向往宫外的生活。退休以后，希望在宫外开个小铺子，看看人间烟火。 看着看着，马车边围了一堆人。红药让我把帘子放下来说：“我还是不要抛头露面的好。”于是接下来的路途，我便有些无聊，睡了一会。到了中午，车队停下来休息，红药收拾好自己，出去偶遇暴君了。左右我也不太听他使唤，便没带我。我也下了马车，看到大片的田野庄稼，有些新奇。一抬头就看见了姬隐，姬隐当然也发现了我，精雕细琢的容颜，俊眉微皱。 露出匪夷所思的神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啊、uh,，有规定说我不可以跟着出宫吗？我不解他为什么这样惊讶。金英挥退身后的臣子，枣色长服随风猎猎，缓步走过来，凤眸微垂瞥我一眼，随口道：“随朕来。”我只得亦步亦趋的跟着他走到了最前头。帝王车驾豪华无比，正好红药就在一旁，看到我跟着皇帝过来，愣了会儿，接着娇羞行礼。 皇上万安。接着支支吾吾，皇上，她是臣妾的侍女姬银。哦，朕的御前宫女，派她去佛堂里几天佛，替朕祈福，怎么就成了去贵人的侍女？红药支支吾吾，臣妾，臣妾以为碎姑娘被发落回去了，臣妾与她是好姐妹，便把她带在身边。姬银当着她的面，攥住了我的手，像把玩羊脂玉环似的，似笑非笑地看着红药。朕的小宫女就不劳烦去贵人操心了。 红药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我被姬莹拽上了他的车架，依然处在懵逼的状态。姬莹放开我手，他说的可是真话，我半真半假。哦，姬莹兴致盎然，倚在车上，带懒随意，哪里假？我不知道要不要把红药冒用我的绣品贺氏争宠的事说出来。我虽然不喜他背叛我，但说出来，说不定红药就会血溅当场，我又有些不太忍心。我避重就轻，以前是姐妹。 现在不是了，谁让他天天投喂奴婢，试图把奴婢喂胖？姬银眉眼半垂，鸦羽长睫投下暗影，估计没信我话。不过他也不太在意我与谁是不是姐妹。他父又把我手抓过去把玩，搓呀、啊、搓，像搓猫爪爪，不亦乐乎。他的手大我好多，骨节分明，清冷微凉，显得我手小巧纤细，柔软温暖。我从来没和男子这样近的接触过，况且还是大名鼎鼎随手杀人的暴君。 况且他不久前还把我赶走，如今突然的亲近让我又疑惑又难耐。酥酥痒痒的麻意从手上传来，我试图偷偷把手抽走，磕磕绊绊。皇上，您、您、您，您还是别抽风了，我害怕。姬银轻笑，没放开我，反而随手一拽，把我拽进了他怀里。龙涎香溢入鼻中，带着铺天盖地的侵略性。在我脑子乱纷纷的时候，他缓缓道。 朕快把前朝余孽的根拔出来了，不过他们怕是临死还要反扑几下，跟在我身边最近会有些危险，所以暂且让你在佛堂待着。男人剑眉微拧，星眸浩渺，依旧是有些费解，低声自语：“这么就这要巧，你被旁人带过来了呢？”虽然一个皇帝能主动解释这些东西让我很受宠若惊，但我注意力还是偏了。余孽反扑，危险，危险！我善笑，要不奴婢现在折返回宫吧。 跟在狗皇帝身边，果然是最危险的。狗皇帝一口否决，想都不要想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给朕研墨吧。可是危险哎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狗皇帝不知何时将我圈住了，磁性悦耳的声音在我身后悠然道：“所以你要一直跟在朕身边，不要乱跑。”秋猎为期半个多月，开始以后还没一旬，就发生了一个闹剧。宫中妃嫔相约换上奇装，学些骑射。 韶贵人一身鹅黄旗装，相当亮眼。然后有人夸她袖口的兰草绣的精致，是怎么勾的？韶贵人一不小心答错了，被有心人注意到了，告诉了余贵妃。余贵妃立马去盘问了一通，发现韶贵人根本对女工一窍不通，连基本的常识都不了解。那么中秋那天嫦娥奔月的帕子是谁绣的？经过调查，发现是韶贵人身边一个宫女绣的。 宫女收了韶贵人一匣子首饰，为她绣了那块获得圣宠的手帕。这事儿往大了可说是欺君罔上，往小了也是挺严重的罪。后宫无人主事，皇上懒得管这种小事，让于贵妃处理。于贵妃将她削去了未分封号，关押了起来。我跟在狗皇帝身边，消息滞后。等我知道这事的时候，红药已经被关两天了。磨了半天，狗皇帝才同意我去看他。 末了还相当不满抱怨，连个半真半假的姐妹都比我重要。我翻了个白眼走人，提了一盒吃食去看她。红药被关在一个放杂物的小帐篷里，里面凌乱不堪。一进门，我便看到她坐在地上，狼狈落魄。我把食盒打开，把饭菜摆出来。这两天应当是没人给她送过饭。她冲过来狼吞虎咽，吃完以后语气冷冷：“你来干嘛？看我笑话吗？”不是，她嘲讽的笑开。 若此时在宫里，我现在应该已经在冷宫了吧？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我我没有揭发你，是你太急躁了，计策太过拙劣。那个夸你袖口的妃子和认领帕子的宫女，恐怕都是余贵妃的手笔。歪打正着，和真相差不多。红药笑意渐冷，我知道我这番话他听进去了。半晌，他说：“我有时候真羡慕你，不用争也不用抢，皇上把你护得眼珠子似的。” 而你却还要欲擒故纵，虚伪清高。我没回答，他继续自顾自地说：“这么久了，他一次都没碰我，我但凡靠近一点，感觉他好像要杀我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不过是他不耐烦应付于贵妃，把我当个幌子罢了。他每天来不是看奏折，就是自己和自己下棋。若是当初是我去宴席上帮忙，是不是结局就不一样了？”我无聊地戳地上的蚂蚁，等他絮叨完一句。 当初不是你不想接苦差事，假装来月事的吗？再说了，你去了宴席也不会上前挡箭呀。成功让他消了音，我叹一口气，我并非欲擒故纵，只是害怕一点点似有若无的好意就要我搭上一辈子，我做不到。打开石盒最后一层，里面装的是首饰珠宝，我放低了声音，这些是我带来的全部值钱的物事，你拿着，给看守的人塞点，让他按时给你送饭。 等到回城的时候，我会帮你。你找个机会逃走，以后就不要再回京城了吧，去看看外面的山川湖海，买些地安家。红耀怔怔地看着我，我没再听他絮叨，转身走了。秋猎到了一半，余贵妃嫌弃每年都是一样的活动，提议玩些更有趣的。姬银坐在上首，仍旧是坐没坐相，慵懒地靠着龙椅，玄色锦袍铺散开来，底下宫妃大臣的明争暗斗，他浑然不在意。 惊奇碧空，华盖的流苏随风飞舞。他随手把一叠精致的糕点推到我面前，掀了掀眼帘。什么更有趣的？余贵妃兴奋地说：“猎那些不会惨叫的野物没意思，不如换成奴隶，让大家比试一下谁猎杀的活人最多。”金银半垂的凤眸终于抬了起来，意味不明地道：“众爱卿以为如何？”有人说此举太过残暴，妖妃乱国，被余贵妃怼回去了。接着支持的人居多。 于是场下的猎物就换成了奴隶。于贵妃射出了第一支箭，正中一个老妪眉心。后面其他急于在皇帝面前表现的人也下场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我看着有些不适。于贵妃也是奴隶出身，反而对这些奴隶狠毒至极。难道这样就可以割裂他原来的出身吗？一群人越玩越大，到后面甚至不只是奴隶，一些小官家眷和世家不受宠的庶子也被推进了猎场角落，开了个赌局。 比谁手法更残忍？有剑臣实在看不下去，冒死进谏。其他大臣看他的目光，隐隐有同情之意。按照皇上的行事风格，不是把他扔下场去当猎物，就是一刀砍死，血溅当场。剑臣自己也是这样以为的，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心理准备。反正年纪大了，不怕死。没想到等了半天，暴君没搭理他。一抬头。 就看到暴君把一碟糕点往旁边的宫女面前又推了推，疑惑：怎么不吃？这不是你喜欢的口味吗？建臣心塞，合着引经据典说了一大通，皇帝根本没认真听。呸！昏君就知道沉迷美色。不过那个宫女还真挺好看的，而且有点眼熟。正当他以为皇帝不会理他，接着又听见皇帝朝漂亮的小宫女问道：“朕该不该杀他呢？他可真聒噪。”建臣一颗心提起来。 小宫女一双琥珀色的杏眼流露出不赞同。暴君装模作样，那好吧，放他一马。一转头，梁薄的眼神落在剑臣身上。年事高了，便告老还乡去罢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一句话给老臣气得差点当场嗝屁。我实在不想看里面血腥场景了，点头。我先去换一身打猎的衣服。宫里有统一准备的骑射服，不过一般没人穿，妃子们更爱自己准备服饰。 我在那个专门放衣服的帐篷挑好了一套，正打算换，红药从角落走出来。碎碎要等到你落单可真不容易。我看着突然多出来的人，防备的后退。你不是被关着吗？红药神色莫名，掏出一块帕子，是上次我送他那块，绣着美人嫦娥的。他说以后恐怕就见不到了。我想明白了，自始至终你都没有害过我，一直是我在算计你，而你包容我。这块帕子我不配拿着。 还给你吧，他手中帕子朝我一扬，白色粉末扑了我一脸。我来不及喊人，便失去了意识。等我恢复意识时，已经到了一个山坡上，视野极好，可以看到极远的地方。一把长剑横在我脖梗上，红药挟持了我。他见我醒来，开始絮絮叨叨：“我们要求皇帝一个人过来，不然就杀了你。你说他会不会过来？怎么可能？他可是堂堂暴君，一朝君王。” 单刀赴会，就一个宫女，我很想翻个大白眼，但我怕她嫌我破坏严肃的氛围。红药，我们本来想挟持的是余贵妃，但后来我发现她也不是很在意那个人。整个后宫的女人她都不在意，唯独对你有些似有似无的不同。你被发落回佛堂的那段时间，和宫的宫妃都遇到一些麻烦事，竟没有一个人有空闲去找你麻烦的，除了余氏。我听了半晌，说了句风马牛不相及的。余贵妃不是姓余。 她是奴隶，没有姓名，只是因为有人赞她如虞美人一般美丽，才得了一个“虞”字。可“虞”通“虞？我问她：“你们是谁？”红药许是觉得我死到临头，便没有隐瞒。她本是一个郡守的女儿。那个郡守忠君爱国，却被暴君杀害，她也要被充作军妓。是前朝的就不就下了她，给她捏造假身份，送进了宫。可惜她不小心犯了错，被发配到佛堂，一直没能找到机会复仇。 他越说越气愤，利剑不小心在我脖梗上划出了血痕，我嘶了一声，他急忙把剑拿开了一些，正想说什么，金银来了，他一个人来的，骑着黑色的骏马，铜色衣袍猎猎翻飞，到了近前下马抽刀，刀锋反射的冷光掠过他幽深的凤眼，转瞬即逝，他把刀随手一扔，意味深长浅笑，朕一个人来的，武器也扔了，让他乘马离开，朕留下。我正然望着他。 红药面色冷下来，先用刀刺穿你的腿。姬银无奈一叹，没有半分犹豫，朝一边的长刀走去。当他手碰到刀柄的那一刹那，时间好像忽然凝滞了片刻。树枝羽箭悄无声息地从后面射过来，姬银捡起长刀，羽箭扑刺穿了红药的右肩膀和小腿。他痛呼一声，我回神，立马矮身摆脱他的禁锢，从他手中抢过长剑，抵在他脖子上。 身后一群黑衣刺客突然出现，冲向姬隐，他与一群人缠斗起来。我手中剑往前送了半寸，红药浑身是血，注视着我眼睛。碎碎，你杀过人吗？我顿住。他疯疯癫癫地笑了起来。你从小被保护得太好了，过分温顺良善，良善到有些软弱虚伪。路过蚂蚁，你都要抬一下脚。你杀得了我吗？我有时候是真的讨厌你，明知我算计你，你也不生气。 如此大度宽容，更衬得我小人得志。杀了我吧，我满门忠烈被屠杀，我一人苟活够了。我轻声道：“你说的那个郡守，是因为贪污救灾粮食，加上结党营私被斩首的，罪有应得。罪臣之女充为军妓，是前朝的做法，我朝没这个规定。你被他们骗了好多年。”红药愣住，夫又笑开了，眼泪流出来，喃喃自语：“竟是这样。”我没应声。 长剑轻动，他脖颈间顿时血涌如注。临死前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拎着剑站起来，看到他左手一松，掉下一柄飞刀，刀尖对着不远处的姬隐，与那日宴席上美人舞袖甩出的飞刀一模一样，估计是统一训练的。我合上他的眼睛，垂眸，对你好，只是因为那时你陪我过年节，同我裹粽子的样子，我一直记着。不是因为良善，手中长剑滴着血。 我到底是因为基因破了杀戒？等我回身，基因已经一个人把那群刺客解决了，长刀插了半截在土里，他伤得很重，半跪握着刀柄支撑，额前碎发随风轻飘，眼尾沾了几滴血，长睫半垂，墨衣上也满是血，四周满地是刺客尸体，难怪他说最安全的就是他身边，原来他武功如此厉害。正想着，他身侧一个刺客没死透，举起短刀刺向他。 我朝他走了一步，发觉腿有些软，半是踉跄的扑向姬银，小心！来不及阻挡刺客的攻势，我只得冲过去挡住短刀。姬银却反应极快，拉住了我，挡在我身后。短刀刺穿了他的肩膀，我听见他薄唇溢出一声轻哼。他微眯凤眸，轻巧的取过我手中的长剑，挽了个剑花，将刺客杀了。接着没了力气，半倚在我身上。我颤着手去探他的鼻息，男人轻笑。 笑着笑着咳了几声，没死呢。他俯身抱住我，紧紧抱着，像什么易碎的宝物。墨发垂落我的肩头，好听的嗓音缭绕在我耳边。之前你替我挡了一箭，说仰慕我。他嗤笑，尽是哄朕的假话。如今轮到我说仰慕你了。他轻轻咬了一下我的耳垂，我敏感的轻颤一下。余光瞥见对面山头埋伏的弓箭手赶来，山坡下浩浩荡荡一队军马往这边疾驰。山外连山。 群青绵延，天际是绚烂的彩霞。朕的是真话。番外一，自家皇帝出去打一次猎，就遇上了狗贼刺客，差点没回来。朝臣们想起了先帝遇刺驾崩那会，所有人都手忙脚乱，天天熬夜加班的恐惧。这届皇帝更难带，都入冠之年了，后宫就那么几棵苗，连个崽都没有，皇后也不肯立。要是遇上先皇那样的情况，他们连接盘的人都找不着。 综上，必须尽快催立后、催生仔。丞相串通了几个嫡亲的下属，几个人奋笔疾书，连夜写了厚厚几沓奏折，一沓催立后，一沓催生仔，一沓催立太子，安排的明明白白。什么？你问为什么要一次性写这么多奏折？打持久战吗？奏折是消耗品，一次性多写点，省事儿。第二天上朝，丞相让下属先提立后，下属临阵变怂。 不敢动，不敢动。丞相趁着众人吵架，浑水摸鱼，给了下属一脚。下属冲出队列，扑在了地板上。吵架的群臣一瞬间安静下来，目光如炬的朝他看去。下属顶着全朝的希望，扭扭捏,捏捏地掏出一本奏折：“启禀皇上，自盘古开天，女娲造人，阴阳调和，以下省略几千字，巴拉巴拉，立后一事迫在眉睫，望皇上考虑。” 皇帝坐在龙椅上，打了个哈欠，说完了。下属忐忑不安的点头。后面丞相带头，满朝文武一起喊：“臣附议。”当然，没人觉得皇帝会这么快同意，不然做那打持久战的准备干啥子？皇帝轻飘飘回复：“可。”丞相已经打好了几万字的赋稿，刚想继续念叨，话到嗓子眼，哎，这小兔崽子说啥？可丞相不敢置信，试探性的询问：“皇上主意何人？”皇帝道。 于贵妃如何立妖妃为后，那我朝将永无宁日。满朝文武一致反对，一个一个出列，从各种角度反对。皇帝反对无效，丞相念到了几万字，口水都说干了。结果对方一句反对无效，快把老头气死了。丞相吹胡子瞪眼，气愤地指着柱子：“皇上，您就算街头娶个乞丐为后都行，但您若一意孤行立妖妃为后，臣现在立刻。” 马上一头撞死在朝堂上，说完就后悔了。这招对付一般的君主行，对付暴君好像不太有用。完了，骑虎难下。丞相正暗自泪目，皇帝却忽然被劝服了。那不利于贵妃为后好了，朕有另外一个人选。丞相老眼一亮，何人？皇帝有些犹豫，是一个宫女。你们恐怕不太愿意。愿意，臣等愿意。不管了，先应下来再说啊！等等，什么宫女？ 丞相又有一丝丝后悔，刚刚放了大话，说街边的乞丐都可以，不好反驳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宫女就宫女吧，反正我朝皇帝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不需要依靠外戚笼络权臣。皇帝眼里掠过似有似无的温柔笑意。卧槽，老头子我没看错眼吧？接着皇帝又道，不过他有些特别，他是自小入宫，被先太后教养长大的。丞相老眼又一亮。 天哪，意外之喜！先太后是个传奇人物。彼时太上皇帝去的早，留下年轻的太后和幼帝，又有手握重兵的摄政王虎视眈眈。先太后垂帘听政，和摄政王周旋，硬是把先帝的皇位护得稳稳当当。后来先太后退居二线，常年礼佛不出，依旧很得朝廷中人敬佩。看来那个小宫女不简单。皇帝又道：“她替朕挡过箭。”丞相又又老眼一亮。 看来是个重情重义的女娃。这时候满朝大臣已经基本无异议了。皇帝让人拿出几卷画像，给大臣们挨个传阅。丞相打开其中一幅，画上一个小姑娘在佛堂里安静地抄写经书，窗边的阳光照在桌上，明亮灿烂，不及小姑娘眉眼盈盈，顾盼生辉，真是个漂亮标致的小姑娘。那传承第一美人妖妃比她差远了。丞相把画转给旁人。 又凑过去看其他几幅画，有小姑娘研墨的、摘花的、瞌睡的，惟妙惟肖。抹了一把上面的墨，还有一点点湿。好家伙，合着昨夜他们熬夜写奏折的时候，皇帝这小兔崽子也在熬夜画画。画转了一圈，被太监收回去，仔细放好。虽然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颜狗，但当皇帝问起来这个人选如何时，满朝文武尽数夸好，还有些人忍不住热泪盈眶。 皇帝向来不耐烦听他们叨叨，一不顺心就要砍人。这回上朝，先议，后扬，再扬，还能扬，实在是太爽了，从来没打过这么快乐的仗。下朝了，还在回味这事。老丞相和老建臣哥俩好，两人一起离开。老建臣回味着，想起来我见过这个小宫女，在秋猎的时候，老丞相羽画上比如和老建臣羽画上一样惊艳人心。 有些像一个故人，老丞相、先太后乃是什么人都愿意教养的老奸臣。皇上一开始主意的就是那小姑娘，你我都老了，居然着了他的道。老丞相但笑不语。皇帝那小兔崽子从小就一肚子坏水，心剖开来的是个蜂窝煤，又黑心眼又多。他没老的时候也不少着他的道，希望那小姑娘能让他吃点亏，那时他必定摆酒庆祝一番。番外二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子？ 他替朕挡箭，说仰慕朕，可实际上天天心里嘀嘀咕咕骂朕。他那一双琉璃眸子，情绪是怎么演都演不住的。他以为朕不知道，可他一低头一抬眼，像极了猫生气时斜眼看人的样子，不服气的小表情倒是可爱极了。中秋，朕路过御花园，有宫女勾引朕，朕本不想理会，可那个宫女有点眼熟，是他的好友。这节骨眼如此急切的出头。 恐怕不单纯是宫女。余光瞥见她在角落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然后默默走开了。走到一半折回来，把一盒月饼抱走，很是护食。可朕都快被人勾走了，她倒是大度的很。孙嬷嬷说，她日后找夫婿，只能找个老实本分、温柔善良、深情专一的，最好不能有通房小妾。孙嬷嬷的意思就是皇祖母的意思，有些麻烦。 所以，这是朕谋划的最小心的一次。番外三立后大典前夕，皇帝又开始作妖了。起因是愉贵妃挡了准皇后的道，拒不让路，还言语冒犯准皇后。皇帝把愉贵妃打入冷宫，宫里宫外一片哗然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新年新气象，被捅了一件差点挂掉的朕，赢的新生已经不是过去的朕了。朕过去的嫔妃要为过去的朕陪葬，有点绕脑子。” 总之就是陪葬，和宫妃嫔吓破了胆子，并且认为是余贵妃惹的祸，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花式求饶。可是找不到人，皇帝带着准皇后猎兔子去了。等满宫忐忑惶恐的情绪酝酿够了的时候，皇帝终于回来了。有人去找皇帝求饶，皇帝来一个斩一个。妃嫔们花容失色，赶紧拐了个道去找准皇后求情。准皇后非常惊讶。 然后带他们去向皇帝求情，皇帝允了，要求他们麻溜滚蛋，过时陪葬。妃子们赶紧联系家里跑路，没有母族后盾的，准皇后给了一笔钱，为他们找了后路。呜呜，皇后娘娘真好。皇宫没过多时就空了，不过没多久，新年的红灯笼挂上屋檐，立后大典的物事摆枝开来，是以往不曾有过的热闹。老丞相得了宫里赏赐的一坛好酒。 没舍得喝，放在床头囤了起来。有人向他请教皇上此举的深意，是不是打算清算某些势力？老丞相摸着胡子摇头：“这小兔，皇上啊，就是想散尽后宫而已，用的招数都还是立后时那一招，真是好招不怕老，百事皆不爽。”妃嫔都走了以后，冷宫也清空了，皇帝瞒着准皇后，悄悄把余氏提了出来，带到了天牢。 天牢塞满了抓获的前朝余孽，头领单独一个牢房。看到皇帝来了，非常不服，表示虽然他们这次败了，但他们的希望还在。皇帝挑眉：“哦，你说的是他吗？”皇帝身后一群人里走出来一个美貌的女子，朝头领亲切友好的打了招呼。头领一点也没感到亲切友好，目眦尽裂：“你是他手下的人？”美貌女子应是，把余氏推到了前头：“我是细作。” 她才是你们前朝的公主。头领眼里希望的光芒破碎，彪形大汉居然哭了，怪让人同情的。先帝遇刺那会没有立刻死透，身残志坚，强撑了一口气，给太子留下了长长一串清单，嘱咐他要做的事。太子不耐烦看，直接翻到最后一百八十条政策目标末尾，附了一条顺带的，还特意强调此条可看可不看。于是太子就看了，这条写着。 派人去瀛州寻找失踪的淮南王。淮南王是先前摄政王的儿子。摄政王与先太后争斗了一辈子，被先太后熬死以后，他儿子继承家产，却不乐意继续争斗。朝中两派相争，给前朝余孽钻了空子，大肆扩张，已经威胁到了王朝统治。摄政王的儿子得了兵权，转头就交给了先皇，得封了个淮南王的爵位，当了个闲散王爷。 后来，这个闲散王爷去了瀛州，失踪好多年了。新皇登基，派人去了瀛州找人，淮南王没找到，找回来一个美貌的异族奴隶，说是流落在外前朝遗孤。算算辈分，应当是这一辈的前朝公主。她娘曾是九州第一美人，奴隶本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新皇蔫儿坏，找个同样美貌、身形相仿的女子，复刻了奴隶身上所有疤痕胎记。 带着奴隶随身的可能是信物的东西，去往了瀛州。不久以后，替身前朝公主继我朝细作，成功的被前朝旧党找了回去，打入内部当上老大。不过公主什么的只是个招牌，权力还是在头领那儿。细作平时只能递点情报出来。而那个奴隶，新皇封他为于答应。不久以后，连续晋升，直至封为于贵妃。于通于。 余贵妃仗着荣宠，嚣张跋扈，屡次做伤天害理的事，被百姓喊作妖妃。前朝旧部煽风点火，把余贵妃的名声搞得更臭。为了让暴君失去民心，说暴君昏聩，妖妃祸国。现在头领知道自己搞错了，真正的前朝公主是祸国妖妃，还是他们自己宣传到九州各地的？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前朝公主名声臭了，这个招牌已砸。 前朝旧部再也不会有民心所向的时候，头领哭得稀里哗啦。暴君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却还要先诛心。皇帝不太认同这种程度算什么诛心。他又说，那天秋猎猎场上被猎杀的奴隶和臣僚都是你们自己人哦。说完，侍卫把于氏关了进去。头领快给这货折腾疯了，掐死了于氏，接着撞墙而死。 猖獗多年的前朝余孽就此被连根拔除。皇帝出了天牢，被准皇后正好撞上。帝悚离身后那个美貌细作三米远，细作两眼放光的盯着美人准皇后，被又拐回来的皇帝一脚踹开，拍拍屁股招呼其他人走了。皇帝蔫坏，也知道准皇后知晓他坏，可就是不想让他亲眼看到自己心狠手辣的样子，心虚的走向准皇后。 准皇后没问她做什么，拿出一串糖葫芦递给她，娇娇软软，长堤春晓，街边的老爷爷非要送我糖葫芦，给钱也不要。帝浅笑，暴君虽然自己恶名远扬，但他的准皇后可是很受百官公卿、黎民百姓爱戴的。他就着小姑娘的手咬了一颗糖葫芦，酸酸甜甜。皇帝去了一趟织造局，找孙嬷嬷，请求他出山为准皇后绣嫁衣。 老实本分，温柔善良，深情专一，没有通房小妾。朕现在满足条件了。孙嬷嬷白眼快翻到天上去了。你和老实本分这四个字哪个字沾边？皇帝无奈，贴了张纸在额头上，上书大字老实本分。没办法，对付不怕死的老顽童就得用老顽童的路子。孙嬷嬷被逗乐，总算同意了。等人都走后，发现李全没跟上去。 在门边角落里抹眼泪，孙嬷嬷一个大逼兜子把他敲醒，哭什么？李全奴才是开心。自先帝御赐驾崩后，先太后和先皇后都忧思过度，相继去了。皇上突然成了孤家寡人，越发暴戾残酷。如今好像变回了从前。孙嬷嬷，屁，他只是更会装了。赶紧走吧，别碍老婆子眼。把人赶走以后，孙嬷嬷回屋，翻出了珍藏已久的红色锦缎。 千金难买的布料，入手如流云。孙嬷嬷取出丝线，挑选配色，发现里面砸着一朵绢花，不知什么时候掉进去的。她拿起来戴在头上，对着铜镜看了又看，笑，头发都白了呀。回头开始绣嫁衣。想当年，她可是京城最厉害的绣娘，岁岁那一手女工也是她教出来的。那时先太后还在，佛堂清净，架不住人多，便也热闹。 一群宫女嬷嬷凑在一块唠嗑，一点也不会寂寞。岁岁是大家伙从小看到大的，都是当闺女当孙女宠的。可惜后来先太后故去，重要的人都调走了，佛堂只留了七八个人，那七八个小年轻也各自找门路调走了，只有岁岁待在那，不愿意离开。后来去了个犯错的宫女，是个不安分的，也无法交心。青灯古佛相伴，又何尝不是孤寂？番外四。 九州边缘有一个小国，国号云。公主生得美貌无双，自幼名动天下，被誉为九州第一美人。淮南王斗蛐蛐输了，是要一雪前耻，亲自上山去捉蛐蛐。蛐蛐没捉到，捡到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女子。女子身段玲珑，脸却坑坑洼洼，烧伤划痕很,很是吓人。可她却说她是那个云国的公主，也就是九州第一美人。淮南王不信，派人去打探。 探子回来说，云国的公主还在自己国家，正准备继承王位呢。女子听了非常激动，恨得血泪都流出来了。她说，她才是云国公主，她被人毁容，被人追杀，侥幸逃脱，流落到了中原。那个公主是假的，她的父王正值壮年，怎么可能驾崩？一定是假公主杀害了父王，篡夺了王位。她要回去报仇。淮南王一手刀劈晕了她。 已经信了大半，云国王子、公主皆可继位，公主名动天下。但以云国风俗，公主出门都带着木离，真正见过她的人其实很少。有人假冒云国公主，窃取云国政权。淮南王进宫同皇帝通了气，回家把女子收为了侍女。女子情绪过去，倒也没闹着去报仇了，暗中寻找最佳的复仇时机。假云国公主借着九州第一美人的大名。 招揽了许多群下之臣，渐渐暴露出野心。探子消息，那个假公主其实是前朝公主。近些年，前朝余孽越发猖獗，皇帝派老将出马，将盘踞在云国的前朝余孽一举剿灭，他那些入幕之宾尽数诛杀。不过那个前朝公主逃走了，皇帝想让真正的云国公主去继位，才发现公主已经被人灭了口。淮南王与云国公主日夜相伴，渐生情愫。 早就暗中结为了夫妻，因为公主身份敏感，没有公开。皇帝还去主了婚，公主躺在血泊中，几个月的小女儿被她藏在了柜子里。淮南王将妻子带回故土，亲手埋葬，没再娶妻妾，一个人拉扯女儿长到四五岁。瀛州传来消息，有人看到前朝公主的踪迹。淮南王游手好闲，招猫逗狗半辈子，那天却向铁匠求助了一把锋利的剑，牵着女儿进了宫。 吊儿郎当地说：“皇宫最近缺人手，本王贡献出自己亲闺女，给宫里添个小宫女。”皇帝觉得他抽风，想赶人出去。淮南王却忽然掉了眼泪，说：“不要让人知道他的身份，他被报复，他要去手刃仇敌。”转头走了。皇帝抱着小女孩跟了他几里路，看他出了城，背影消失在天边。一般来说，淮南王虽是个兵权，但身份敏感，是不能说出京就出京的。 可他主动把女儿送入宫为质，皇帝也不好拦他。出了京，便再也没有回来。四五岁的小姑娘还不知道这是看父亲的最后一眼，稚嫩地问他：“皇桑，爹爹去哪？去抓世界上最厉害的蛐蛐了，不抓到就不回来。”哦，这小姑娘可真乖。皇帝把小姑娘带回宫，然后开始头疼。他不会带小孩，皇后天天按着不让太子作妖，没有精力再多管一个小孩了。 妃子们不靠谱，想来想去，皇帝把小姑娘带去了避世礼佛的太后那儿，向她说明了原委。太后冷笑，喜当接盘侠，你这么开心？皇帝摸摸鼻子，不敢吭声。名为质子，实际也算托孤。太后和摄政王斗了一辈子，天天骂他们一窝垃圾人，到老了怎么可能替死对头养孙女？皇帝向来怕他老娘，不敢硬劝，把小姑娘留在佛堂门口，跟她说不要乱跑。 然后自己跑了。小姑娘乖乖地坐在台阶上，一直坐到深夜，害怕的团成一小团，却没乱走。身后的门吱呀一声打开，太后冷着脸走出来，递给她一盘糕点果腹吃。小姑娘清澈的杏眼弯弯，奶声奶气，非常有礼貌。谢谢太后娘娘，大大方方接过糕点吃了起来，一脸幸福，好像吃到了最好吃的东西。吃得很快，动作却是优雅合宜的，像个小兔子在啃草。 西索西索，可爱极了。太后继续冷着一张脸，转头回去了，门却没关。小姑娘茫然看着她的背影，不知要怎么做才好。眼看太后就要走掉了，她跟了上去。还是四五岁的小姑娘，一个人呆着，到底会怕。小姑娘亦步亦趋跟着太后，见太后睡下了，周围的宫女们像没见到她一样。她虽还不懂人情世故，却也感觉得到太后的排斥，不敢离太近，怕太后嫌弃。 也不敢离太远，没有安全感。小姑娘靠在床角睡着了，太后半夜爬起来，面无表情的把人抱上了床。皇后就一个嫡子，她常常怀疑是自己上辈子挖了人家祖坟，所这辈子生了这么个黑心莲。那个妃子不过是没行礼，你就砍了她两只脚。太子一脸嫌弃，脚不用留着干嘛？皇后扶额，实在管不住他，回去看到皇帝，越看越气，给了他一脚。 看看你生的好儿子，皇帝还很懵逼。不过他的嘴已经无比熟练的先认了错，末了和稀泥。朕回头就去训他。皇后对这个怂包不抱希望，自个儿去佛堂散心。角落里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姑娘，漂亮、乖巧、可爱，梦中情仔。可惜太后不让小姑娘踏出佛堂。皇后天天去佛堂撸撸乖仔，心灵得到了质的净化。越看太子越糟心。 今天你二皇兄被太傅打了一顿手板，是你干的。太子八九岁年纪，也是个赏心悦目的仔，就是坑人有点狠。我只不过是让人夸了一下那种墨，谁知道他这么蠢，真去用了墨，第二天全消。二皇子熬夜做的功课没了，于是挨了一顿打。皇后再度扶额，你找二皇子麻烦，德妃肯定会来找我麻烦。皇后怕麻烦，皇后最近只喜欢投喂乖仔。太子他不会，他不敢的。 你放心吧，信誓旦旦的样子，皇后也就没问他怎么做到的，捏着他的脸，忧心忡忡。我们家太子这么凶残，看来姬家祖传怕老婆的优秀基因就要在我儿子这里断代了。太子精致软萌的脸被捏得变形，皇后挤出一连串假哭的眼泪。太子嫌弃的用手把他扒拉开，小大人似的微微抬着下巴，本宫以后绝不会怕老婆。全文完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一起看小说。